你才有法度。念的念的时阵哦，这智慧才有法度一直出来，无吼。拢是伫这世间咧生死轮回，入未了，苦未了。人讲正等，这等就是三摩地啊，而且吼有上正的地位啊，无上正等觉，正等正觉，定慧拢爱有吼，然后。就是因为精进力了，这个才有出来。不精进力吼，这个无出来。六度内底一定要过，无是安那六度内底精进那排伫第四，第四了定位才出来。你修行吼，无精进吼，无可能。你干那了解尔无效。精进到什么程度不能停。跟他咧乌字，跟他咧钻木，未使停啊！你底下今仔恁大拢听过啊？拢直接拢听清楚啊！恁开始干临命中，未使停。恁两个停了，准备个人来。啊，听清楚啊！因为佛法遐尼深奥，利益阁遐尼大，哦，啊阁遐尼高尚，啊，既然你也无法度，你也放弃啊，那众缘啊。种子啊，种子的阿赖耶识来的种子啊，缘呢？缘的是缘根尘啊，眼色、干色啊，生果啊，因缘果啊，比如说眼对色啊，然后生眼识。所以有几个缘啊，必须这么算一个啦哈。佛法共有四种缘嘛，第一个因缘嘛，第二个增上缘，第三所缘缘啊。啊，所以还佫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还佫明，明就是讲迄电火爱有，或者是日头爱有，你无电火无日头。这根性无法度生出来，所以像那块叫做众缘。啊，你看进两三，啊，这里冇生四种，啊，也就是讲耳识，啊，耳识嘛是同款，有种子、耳根、声音，啊，个啥距离、空间距离，啊，那嘛是众缘，啊，众缘有故生，啊，唔是讲单独一种。不是跟他单独一种，那既然不是跟他单独一种，众缘有，它生出来吼，安尼这款的五音，啊，这款的五音合合，啊，五音哦。因为我的定义就是不用众缘，我本来就有啊。那透过众缘呢，啊，迄东西真正我，我哪有可能听遐济，听归遐济，五音合合。有的人，有的听，有的人是有看过初禅甲初果的定义
也是啊，当地定义吼。啊，毋过遐分析足侪，你才了解。无经过分析吼，你著破破知影吼。哦，啊，嘛似懂非懂，啊是安那，就是敢若讲，啊，我的生来就眼盲，啊，我不曾有过国位吼。啊，敢若看，敢若看，敢若看甲听，敢著已经知。所以，敢若看、甲听，还阁无够，你还阁透过思维。啊，思维的时阵吼，你还阁注意讲，我念头是毋是一直有安尼？是毋是还阁会动念吼？啊，而且吼，你沉的时阵，还是吊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随在？啊，伊还阁沉吊的时阵吼，你还阁会应用的。你还阁无一定力通离的，你后吼还阁经过真精进无间吼，一直练一直练吼，练到迄欲望未阁生，啊，即款未阁生吼，还保持到你要走的时阵。哦，你啊，临命中阁当念哇，阁去啊，所以是咪？所以你即个哦，临命中的时阵吼要。心不乱哦，不颠倒哦，才有机会哦。